唱好和唱会它是两码事。你比如说你唱会，什么叫唱会？夏天走了，菊花才开了，秋风送来点点的忧虑，阵阵秋雨敲打着玻璃，这个是不是唱会了？但是它不叫唱好了，懂吗？还有就即使你不用大白嗓，你不用大白嗓，你也可以。夏天走了，菊花开了，秋风送来点点的忧虑，阵阵秋雨敲打着玻璃。这个又比开始的那个是不是要好一点？但是它也不叫唱好了呀。唱好，什么叫唱好？就我自己，我都觉得我自己唱的不够好。还可以继续去提升。音乐是什么？音乐它是一个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把它唱，尽量的去唱好。怎么唱好？你要用情感去歌唱它。夏天走了，菊花开了，秋风送来甜甜的忧虑，阵阵秋雨敲打着玻璃，片片的落叶片片愁绪，对不对？坐在窗前翻看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。你看我在唱这一个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里边，我都把自己的情感是唱进去了。